啊，伊若无乖，我会甲，伊就会甲叫啊。哦，所以讲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即主要是讲我讲即，就是讲即农产品哦，大家知影即农民足辛苦的啦。啊，尤其我较早我迄当阵啊，大概风台拢伫宜兰登陆啦。伊等下我甲统计过，22%拢伫宜兰登陆。啊，每一间登陆，我到足凄惨的啦。我曾经，我13岁，13岁时阵，房屋全倒，房屋全倒，牛跑掉，啊，然后猪不会跑，被墙壁压死，啊，压死嘛，唔知影墙壁安尼高，啊，压死嘛，唔知影，啊，就过几下工，臭味出来就知影啦，啊，田园全毁。我捌拄着安尼，13岁拄着安尼啦，啊，过四个月，迄13岁就1960年9月16号，就波米拉风台啦，1961，阮爸爸就过哦，寒死个，迄当时就寒，啊，对了对了，冰啊，煮用煮煮冰啊，我如果才恍然大悟，讲伊是寒死的，你等我细汉嘛，唔知影什么原因。好，讲到这個，我即摆最主要讲，伊农民足辛苦的吼，啊，所以我借这机会要甲大家做伙吼，来甲农民道讲话。农民靠天吃饭，以前即摆风台啊来，啊，难免佫有农损，靠天吃饭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农产品大家拢一定爱共同来关心。啊，要共同关心农产品，都真侪种啊。台湾是宝岛啦，所有农产品真好，但是我要甲大家。较细声讲，南投特别好啦。